这就是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——嗲沙苗寨。嗲沙苗寨被誉为是苗族文化的博物馆。嗲沙成年男子历来枪不离身，刀不离腰，被称作为活着的兵马俑。你知道吗？在嗲沙，最神秘的就是树葬方式。人离世后没有坟墓。 一棵树就是一个人的灵魂，他们世世代代与树为邻，视树为神，从生到死都把自己的信念和灵魂自觉地融于自然，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参天古树。来嗲沙，我将带你走进一个神秘的世界。